2018年7月29日讯，香港。近日，单亲妈妈杨思琪母亲复职独立抚养6岁的女儿杨卓颖，为了赚钱养女养家，近年以自营生秘密接工作，由周一至周日差不多天天开工，又经常北上登台和商演，与乖女相处的时间不言而喻。不过杨思琪舍弃父亲节这天作秀的高价酬劳，留港全日奉献给爱女，还化身她的小玩伴，又跑又跳，兼任劳任怨，似享用无尽母爱，弥补女女没有爸爸的遗憾。图片来源2018年7月29日讯，香港。近日，单亲妈妈杨思琪陪女儿公园游玩。杨思琪图片来源